房子不行，拿回去啊。不卖。先生您好，我们飞机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关闭手机电源。这世界上还好是买不到的东西吗？多给他1亿，老子把他贵族头衔也买了。现在英国男主角多了一个啊，顺便给我买一个，要英国女王亲自授勋的那种哦。著名策划人夏至，你爸真那么厉害呀？其实小天儿，别跟你爸一样老吹牛，不吹的时候他是北京的，一吹起来北京都是他的。讲真话是说话里边成本最低的，你干嘛要死乞白咧的编瞎话吹牛呢？我只知道成本低的东西质量一定不会太好。所以你妈就把你爸给甩了。我们应该对小天好一点，他已经是孤儿了。什么呀，我父母双全，这叫单亲，懂不懂？大夫说，你爸这是一种病，可能是间歇性酒后臆想综合症。知道萨达姆有多少钱吗？他拥有的现金用来偿还美国政府债务，拯救欧债危机绰绰有余。别不信。美国官方确认过，现在那些财宝在哪儿呢？萨达姆是谁呀？萨达姆把所有的黄金化整为零，分散在伊拉克广袤神秘的土地上，只有他和他的儿子知道。美国人百密一疏，一不小心把他们都给弄死了。那些财宝从此成为永久之谜。我独辟蹊径，又收集了联军攻入伊拉克以来，萨达姆每一次的公开讲话，抽丝剥茧，从根本上破译了萨达姆留下来的不解之谜。找到财宝指日可待，那你可要发大财了。钱是属于伊拉克人民的。这你也信啊？我不信。那不信你鼓什么掌？假话有时候比真话更容易煽动起来。听说你谈恋爱了，有什么好事儿可不能瞒着我。哎，没影的事儿。
喝一杯吧。嗯，来。老板娘，还有我呢。啊，对你。哇，怎么这么急啊？敬你。好嘞。凭什么你替他挡酒啊？哎，这餐馆的名字啊是人家夏总起的，这装修风格呀、啊、是人家夏总策划的，这关系不一般呐。哎，那这儿好像只有老板娘，缺个老板吧？我跟你们家喝一个。哎，来，哎，等等。啊？他自己这么喝太煞风景了吧？怎么着？也得喝个交杯酒啊！对，来，老板娘，喝就喝，谁怕谁啊？哎，来，哦，喝，哎，嘿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是啊，哎，你别走，哎。看见什么了？神神叨叨的。绑架！绑架！真的？真的？给我倒上。刚才那仨人在这路过的时候，中间那人被两边的人给绑架了。三个男人挤一队，不是犯罪就是 gay。主要被绑那哥们看了我一眼，我从他的眼神当中看见两种东西：恐惧、绝望。那万一是 gay 呢？颜值太低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救他呀？没喊救命呀，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。那先生绑到哪儿了？这附近吧。哎，先生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用这招来躲过交杯酒，高啊！那个什么人？便衣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不是？他要是便衣的话，我这么多年老白蹲了，隔三交界我都能闻出来。如果你们发现有人被绑架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同行，普通人的第一反应报警，假装看不见，肯定报警。你疯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你读过书没有？那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。别开玩笑了，没读过。我告诉你啊，真要出了事了，有几个敢站出来的？你说够了没有啊？老大，老大，三个小时都过去了，没人管。要不那小子没报警，要不就是警察不管。警察要真不管事儿，这世上的坏人是越来越多呢，还是越来越少呢？这是你妈妈让你带给我的吧？是我偷出来的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们要去澳大利亚了。嗯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不回来了。嗯，黎明。不是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现在知道了。我不同意。不是你妈妈怎么这个？那谁呀？妈妈的新男朋友，就是他带我们去悉尼。爸爸再见。别跑，慢点儿。
怎么停呢你？挺合适的，我这。你有个同伙是不是？他是谁？什么谁呀？好，回到老问题，那批货在哪儿？我好心好意给你发一单生意，取货拿货两天30万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你不拿了货跑啊？把货交出来，我既往不咎，再加20万，否则那批货值多少钱？你比我清楚，100万。1000万，我们第一轮融资要求不大，1000万。别听他的，我没有那么大本事，也不需要投资。知道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再见。走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有戏。凭你几句话，人家就给你1000万，你做梦啊！未来10年，商品还在，快递员一定会取代销售员；美食还在，送餐公司一定会顶替掉餐厅；电影还在，电影院只是文艺青年的精神家园；大多数人都会成为爱奇艺的 VIP 会员，电影随身携带，想看就看。我们改变不了世界，我们跟着世界改变。哎呀，你说的有道理啊！我这半个月的饭，叫的都是外卖。你是明白人啊，很多人都不怕死，怕痛。你讲的都是玩笑话吧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昨天那个绑架的是真的假的？昨天贩毒集团黑吃黑绑架事件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人质死了。我打听过了，那哥们儿啊，满嘴跑火车，整天胡说八道的。你怎么证明人胡说八道了？他说人质死了。那他是胡说八道。他说的没错，张广贤他真死了。应该是。
算正当防卫吧。过失杀人，明明是这张广贤先动的手，正当防卫。不绑架他，他能动手啊？闭嘴！人死了没关系，货呢？嗯，货呢？完了，唯一知道货在哪儿的那家伙，现在成死人了。哎，说的是啊，需要你提醒吗？需要你提醒吗？货没了，我怎么跟对方交代啊？这事儿我跟您都没说，姓夏的怎么会知道呢？这夏至跟张广贤是一伙的吧？哎呀，不是一伙的，能不去救他吗？没准真的是一伙的。张广贤一死，他可以把这批货给独吞了。小时候啊，我妈买了一本谜语书给我猜，可是我一个都猜不到，我妈就骂我笨，她就揍我。哼！后来我偷偷的把谜语书给撕了，书没了，她就没法再逼我猜了。嗯。杀一个是杀，杀两个也是杀。我他妈不猜了！杀谁呀？那个姓夏的。为什么要杀人呢？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把张广贤的事抹平了。他毕竟没有报警呢。他昨天没报，今天没报，你能保证他明天不报吗？万一他哪天一高兴了……总而言之，我有把柄在他手上，我不踏实。我赞成。嗯，夏至，给小天买一条裙子，顺便买的。妈，你看这太不文明了！坏人坏事也得先来后到。小伙子，你这随地扔烟头，我得罚你款。不是大妈，我这都不要砸死了，你不管他，你逮我。我罚完你，我好逮得去啊！来拿钱吧。哎，干嘛呀？多少钱？200呀。好嘞。好，看你放嘞。大妈，您安排的吧？哎，至于吗？一个烟头的事儿，拿花盆砸我，
你赶紧把钱拿来，我好去抓那空中抛物的。得，拿着，有票我们走，下回你别跑。小雪阿姨给你买了一条裙子。弄不死他？有点困难。有困难就放弃了。这个，酒后撞死人，判几年？最多7年。确定？认罪态度好，3年。去吧。老板娘，这钱掉一角啊，给我换一张。我看看。警察同志来了！警察同志来了！这事儿警察同志来处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警察同志，哎，警察同志，我刚才看见了，嘿。行，都闪开啊！这姓夏的是属猫的吗？啊，有9条命啊！夏志家的地址，他离婚了，一个人住。怎么每回都这样？小天可以留下来跟我过呀？不可能。回来了。
没爆炸呀。明天北京时间直播头条，夏至死于煤气中毒，提醒广大市民引以为戒。玩去吧。没味儿啊。根本没煤气呀，当然不会中毒了。这孙子过的什么日子呀？给这个地址买300块钱的煤气。那个等会儿，500。卡呢？不是现金不行吗？煤气卡。煤气卡了。他今天必须死！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抠门的杀手，连把刀都不舍得买，何必花冤枉钱呢？磨一磨，一样杀人。是这么回，事先不打个招呼？没听说过回家要打什么招呼的。回来了，你不是有钥匙吗？老没回来，丢了。你这孩子。杀一个杀俩呀？你是要灭门呐？先躲起来。在悉尼不习惯的话，可以回来跟我过啊。回来跟你过，这么乱，怎么过呀？以前睡沙发是我妈不让你上床，现在你一个人过，怎么还睡沙发？习惯啦？床坏了，没法睡。起来，起来呀！小雪阿姨好多久啦？到这事儿，小孩尽量别管啊。你现在的女朋友很可能发展成我将来的后妈，我去了悉尼，你的幸福就全靠这个后妈了，我当然要管。你留下来才是我的幸福。你什么时候跟小雪阿姨给我生个小弟弟啊？不许你胡说八道啊！有了弟弟，你就不会想我啦。
你早生贵子哟。弟，倩儿，干嘛呢？啊，没干嘛。啊？没干嘛。没干嘛，你干嘛呢？你的床哪儿坏了呀？哎，哭啊！你这孩子，告诉你床坏了，你就不信呢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你这床多久没睡了呀？这孩子你。这么大的灰。妈妈要喝热水。没有煤气怎么烧热水呀？来接小天儿。哦，你是他妈的。我是他妈的那个。你们去悉尼是为了躲我吧？不，那边空气好，教育质量也高。哎，你这算不算变相的拐卖幼女呀？这都是为了孩子好。我看是为了孩子他妈吧。小天儿，能走了吗？爸爸再见。回见。都走了。啊！接他！这小子哪儿跑了？
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，我们暂时无法确认两个小时以前你家里发生过剧烈的搏斗。你们是不相信我呀？我们相信证据。多乱，你看看。刚才挺乱的。家里除了你和你女儿的指纹以外，没有第三个人留下任何线索。这刚才是倒着的，怎么又站起来了？这水果应该满地都是呀。哎，连床都给我修好了，嘿。这俩杀手收拾东西比杀人利索，他们是专业的。他们是谁？人家报警了，满意了吧？为什么杀你？都是你们给逼的。事到如今你还说风凉话。带着套进去的绝对安全，认不出我们的。你动动脑子好不好？人家知道你绑架了张广贤，也知道你杀了张广贤，还知道我们在追杀他。如果这两个凶手真的存在，那他们跟你一定有很深的过节，否则不会铤而走险。我绝对没有得罪过任何人。他对我们了如指掌，他不会知道那批货吧？这就算了。哎，还有一种可能，我最近正在研究萨达姆的宝藏线索。谁？萨达姆，伊拉克那个，有可能是基地组织要杀我。他们什么都没有拿，只拿走了我记的那几页笔记，拿走了笔记就等于发现了宝藏。哟，夏至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高中同学。哎，有事儿啊？你好喝，这不犯法，顶多你老婆受不了你。你好吹牛，这也不犯法，顶多有一天大家不搭你的，腻歪你了。可是你现在到这儿来忽悠警察，这就涉嫌犯法了，这叫妨碍公务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就是因为我太了解你了。还是第一次这么晚接待客人。对不起，我其实是我是不敢回，也不是不敢回家，就是分手快乐。祝你快乐，你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。不敢，你的品味跟我还挺像的。重来。爱上一个不会家的人。
是回去吧。我不安全。你怕我去的你？哎呀！何日君再来？喝完了这。趴着干嘛呢？没事，没事。慢点儿。啊！我害怕。你怕什么呀？要不我在你这睡一宿得了。你睡哪儿啊？我这儿没铺。你把牢房打开先，我就睡在牢房里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。你给我开一单间儿。那个老大，平安无事。我在咱过去住的那地方蹲了一天，没发现警察出没。这个姓夏的知道我们要杀他，他也报了警，但是警察既没打算抓我们，也没派人保护那个姓夏的。这到底为什么呀？老大，他们有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。这把枪我从来没用过，就交给你破处。我第一次给你。
这个胖子大学的时候应该比现在还胖，中学的时候略瘦，小时候他是全校最胖的，生下来就八斤半。胖子做杀手的几率不到0.37%，安全。这两天都会到这儿来吃饭。如果哪一天我没有来，那就证明坏人得逞了。我都还没得逞，哪有坏人的份啊？相信我，说的都是真的。对对对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必须每天晚上来这里吃饭，一天都不许落下。可成那个样子。衣服扣子系错了，一定是刚刚跟女朋友缠绵完毕，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欢喜。这小子在给自己庆功，看来爱情经验并不丰富，眼神笃定，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不出意外，两年之内就会结婚，幸福的人不会是杀手，安全。名牌包是假的，戒指是仿的，裙子已经短成那个样子，还不屈不挠的往上撩。鞋子是室友那儿借来的，刚逛完批发市场。她是一个急于寻找机会的外地女孩，跟人合租在狭小的一居室，唯一的事业就是处心积虑，希望钓到一个金龟婿。她会撩人，不会杀人，安全。这一张脸。似乎没那么陌生，这哥们有点眼熟。玩报纸心不在焉，他把报纸叠来叠去，说不定是有目的的。报纸里边藏着他的左手，他的左手在干嘛？枪？有可能是枪，枪应该对着我呢，他在瞄准我。如果我是杀手，现在是最佳时机。没错，他要开枪了。天哪！有消音器的，行了，别扯了。就算是有消音器，那也不会绝对没有声音。我没听见。哥们儿，你离我近的。啊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描述一下枪响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？当。不对。咣。有消音器的。不对。放屁！那放屁是这个东西。行。你们有谁看到凶手了吗？没有。马上到现场做弹道测试。是。对，就这声。啊，就这个声音。行了，子弹不会躲人吧？对不对？
没有任何痕迹，我们找不到有人开枪的证据。那不行，你们必须测出来，因为你们是专业的。收队。昨天那绑架的事真的假的？人质死了。说什么呢？你看你把人都吓跑了。原来如此。他们是一犯罪团伙，绑架，杀了人质，被我看到，所以想杀人灭口。绑架了谁？不知道。还杀了人质？肯定。那尸体在哪儿？不知道，肯定离餐吧不远。哎，你是怎么发现的呀？猜的。哎，先生，哎，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和线索呢，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了。啊，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。这样的，有什么消息的话，我再联系你。我被人追杀，奋不顾身的帮你们抓坏人，你们见死不救。哎，可是我们并没有掌握你面临生命危险的证据啊！生死关头还跟我讲证据，太教条了吧？证据是一切行动的依据。李警官，你干什么？我能再住一宿吗？爸爸，志刚打电话说你不敢回家，毛病，多大人了，要不是小天哭着喊着，我才不管呢。就一晚上。睡沙发。要不我也走了。啊？你不住这儿吗？没有，偶尔也睡那儿。哦，你还是生你什么？我说那我们就不送你了。啊，那我走了。爸，真有人要杀你啊？你相信我吗？小天儿，去睡觉了。哦。这神了，他就跟知道我要开枪一样，胡插就把刀递下去了。事情闹这么大，怎么警察爱搭不理的，不太像老猫逗耗子玩啊。哎，我觉着呀，这警察是给咱们一个机会，让咱投案自首，坦白从宽。死不要紧，但是我一定要那姓夏的死在我前面。你说的那么香，根本就不像死到临头的样子。总不能在被杀之前先把自己困死吧？
小天儿，有时候你也撒谎，对吧？妈妈说，我这点随你。每个人都会说谎话，一辈子都说真话不容易，可是，一辈子全讲假话更不容易。吹点牛，说点小谎，无非就是为了博得人家的关注，吸引一点眼球，无伤大雅。可我又不傻，谁没事敢跟警察开玩笑？啊！爸，我相信你了。杀了几回都没有得逞，换作是你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总不能半途而废吧？凭我们两个的实力，肯定斗不过他们。警察呢？让警察看见他们行凶，抓现行。上钩了，等我电话，按计划行事。这儿呢，快走吧。这招叫打草惊蛇，引蛇出洞，然后你们从天而降，一网打尽。你相信你爸爸说的话吗？给，存下了。
亲爱的，你听我说。你叫韩叔叔赶紧过来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 SOHO 这块后边这条街人很少，不会上去。无辜，四点半一定要赶到啊，到时候我把他们引过来啊。这是男厕。废话，你也站着尿啊？比比啊。神经病。Thank you.
哦，忙着呢。大哥，接个电话呗。不是你，你变态！我不是变态，变态！变态，他才是变态吧？时间都到了，你爸人呢？人呢？哎，哎，人呢？嘿，人呢？问谁呢？啊，你可能懵了啊！我从头给你捋啊，有两个人想杀我。其中一个冲到这个里边，撞到马桶上晕掉了。哥们儿，你来，去里边晕。还有一个被我给撞晕了，躺在这里。哥们儿，你来，麻烦，躺这儿。对，我当时撞到他的怀里，也几乎晕掉，但是我醒过来了。找手机，我手机坏掉了，他们俩电话密码用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想拖着他去警察局。拖不动，你们两个可以走了。后来我就去找你，回来的时候，人哪儿去了？跟他们一样，跑掉了。你信吗？我信。人民群众有权利让警察服务，人民群众没权利拿警察开心。我走了，这是男厕所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
小天儿！爸爸，爸爸。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请您拨天儿啊！天儿，爸爸没有骗你，他拿枪打爸爸来着，他俩一对儿，他们俩是一伙的，他俩追我。这鞋他的，爸爸没有骗你吧？他们俩不用说，肯定是组合。你谁呀？你谁呀？夏芝，干什么的？著名策划人。里约奥运会也是你策划的？我们小区北京市民签名声援里约奥运会的活动是我策划。我问你，你怎么发现我们的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绑架了张广贤？啊？你怎么知道李奇平杀了张广贤的？啊？你还知道什么？啊！你他妈死到临头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说，我说，我说实话，说实话。都是我瞎编的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放了我女儿，行吗？我作证。我爸他就是爱吹牛，我妈就是因为这个跟他离婚的。大夫说他有病，是间歇性酒后臆想综合症。没想到你们干的这事儿跟我编的一模一样。无巧不成书，平时就喜欢编瞎话玩，编得跟真事一样，还是头一次。这也是缘分。你现在是在怀疑我没有杀你的勇气是吗？嗯？还是你在质疑我的智商？我管你是谁，我管你知道多少内幕，我管你知不知道那批货在哪儿。现在，妈妈，不要干掉我，合情合理。嗯，不要杀我女儿，杀了我顶多算禽兽。这世界上，道貌岸然的禽兽无计其数。杀了我女儿，那就禽兽不如了。咱把事情捋清楚。这段时间千万不能惊动警察。不是，哪儿来的警察呀？他妈妈打电话不接，孩子丢了，他妈肯定得报警啊。警察能不管吗？主要他这手表是智能的，一定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不如打个电话报个平安，他妈放心了，
大家都安全了。喂，你们在哪儿呀？小天该回家了。我带他去大表叔家玩了啊，明天就回去，你放心吧。啊，我净在这胡说八道，什么大表叔家呀？大表叔不是早死了吗？什么？夏至的大表哥，这都死了有5年了。你们刚才说把谁给杀了？张广贤。你确定张广贤已经死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万一他没死呢？放屁！没死？啊？你把他叫醒了？这肯定是张广贤吗？啊？你怎么证明他是张广贤？他谁呀？这是？是。你他妈挑拨离间！他到底是不是张广贤？你们没见过张广贤呢？除了他。他就是张广贤！你们现在相信我？信谁不重要，事实最重要。你他妈早死啊！哎呦，你还藏了一把枪啊！表哥是怎么死的？他是建筑工程师，工地上发生事故，就死在工地上了。夏至不至于拿死去的亲戚开玩笑，是不是在提示我们他很危险？如果哪一天我没有来，那就证明坏人得逞了，而且是有生命危险。杀人了！他说过，绑票的地方离我的餐吧不远。绑架绑到哪儿去了？这附近吧，两条街口外刚好有个烂尾楼，大表哥是死在工地，所以他是不是想说他们在烂尾楼那里？手表关机之前的定位应该是在这里，是这里没错。我要杀他轻而易举，先让他把话说完了。欢迎使用高德地图，祝您一路好心情哦。大家不远千里来到北京，既然杀人不是目的，那张广贤手里边一定有你们势在必得的东西。跟你说了，张广贤这个人不可信，你还让他去取货，结果货还被他给劫了。这东西要么很要命，要么很值钱。如果很值钱，谁不想占为己有呢？一旦占为己有，谁又会轻易放弃呢？把这批货占为己有，无外乎两种办法：第一，杀人越货，杀了张广贤，死无对证。人死了没关系，货呢？其二，坐地分赃，跟张广贤商量好了，一人一半。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把张广贤的事抹平了，没有必要去杀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。另外找个替死鬼，冰柜里一塞，万事大吉。你说哪种办法稳妥？他胡说！原来你深谋远虑，
都计划好了，啊！他就是张国贤，我没有组织人逼货，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让证据说话。我要替他说话。志刚，走。小天，上来，快点！快！干什么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打开！爸爸，打开呀！别动！打开！不要！别动！别动！打开呀！你过来，过来帮忙！使劲！打不开！我数到五，打不开的话，我就把他脑袋打开！别！使劲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小妹妹，叔叔今天就禽兽不如了啊！小天，别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挑拨离间，害死你两个兄弟，也是我报的警。我女儿是无辜的，我跟她换，我当人质，弄好的话你可以脱身，实在不行咱俩同归于尽，我死而无憾，你也不会死不瞑目。程程，过来。去找妈妈。我去。去找妈妈。对。妈妈。帮我准备辆车，还有30万现金。这大半夜的，哪儿给你找去？哎呀，我没看见你给枪装子弹呀。装了，几天前就装好了。你杀李希平开了几枪？两枪。
不对，三枪，砰，砰，砰，三枪，肯定是三枪。那又怎么样？老韩，他这把枪能装几发子弹？六发。参谋打我的时候一枪，公共厕所追我的时候一枪，你杀李希平三枪，刚才打灭周兆新的手电一枪，你算算，几发子弹？我杀李希平肯定是两枪。算数不好的人就不要当坏人嘛，只有我才是这把枪开每一枪的见证人呐。很遗憾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把枪没子弹了。不可能，真没子弹了，我不跑。老韩，别开枪啊，让他开枪打我啊，没子弹的枪。来，开枪吧。别动！吴清木全都坦白了，牵出一个国际犯罪团伙，韩志刚联合国际刑警一网打尽。那批货到底是什么呀？坐稳了啊，说出来吓你一跳。别吹啊，实事求是啊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。嗨，韩志刚他死活不说呀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那批事关重要的货已经落入警方手中了。如果下个月我不来就报警。报什么警呀？萨达姆的宝藏我已经研究得八九不离十了，如果我不在伊拉克，就是在去往伊拉克的路上。是我们去往伊拉克的路上。Americans don't say I alone can fix it. We say we'll fix it together. 我们这是上市公司，财务都是公开的。这个是我自己研发的一套软件，它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问题。亲爱的，我会爱一辈子的。我才不在乎钱呢，我在乎的是爱情。你要的菜马上就上了。你的压岁钱妈妈都给你留着呢。妈妈什么时候？哎，我现在在香港跟刘德华谈业务呢。先生，您还没买单呢。又瘦了哟，你又变漂亮了。啊，这位是，我干爹。哦，划入黄河商学院，就等于为自己编织了用之不尽的关系网啊！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今年每平米五万，明年一定涨到八万。说白了，买这房跟买印钞厂差不多。我跟你说，我准备开发共享豪华跑车，一水兰博基尼，干脆一步到位，
共享飞机多好。嗯，好主意。哎，大哥，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我钱包被偷了。大哥，想贷款吗？零元抵押，当天取钱。不孕不育怎么办？爱神专科来帮你。哎呀，走走走，来来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的产品都是纯植物，一天就减肥，无添加，无副作用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们所有的产品的开量呢。亲爱的，我保证，今年最后一件。好，再买就剁手。奥巴马呀，他是我的哥们儿，他已经卸任了，找他当代言人没有问题，保我身上。真的？真的。你放心，我会保密的。是什么呢？就是想搞一测谎 APP， 打开软件可以自动分析对方的表情、动作、语调，说的是不是实话嘛，一目了然，特别适合老师对学生，老婆对付老公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